过红海了后吼，啊，咱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，一直咧行往这个西奈山吼，到伫上帝山。那么伫这个中间咧，有经过侪侪项的事吼，那一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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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在经过吼。那么伫咱十七章，咱今日所要读的这章的中间咧，拢总有记载有两个事件吼。那么第一个事件就是伫石盘来出水吼。那么第二个事件呢，就是讲甲阿玛力人的战争，吼，甲阿玛力人的战争。啊，这两个事件其实咱拢算真熟啦，吼，就是讲，迄主日学的教材，人主日学的课程，拢会讲到这两个故事，因为，真有画面，吼，这款的故事拢足有画面的啦，吼。啊，足有画面，就是讲吼，你会看到安尼，迄孔明失败，看迄个图片，吼。啊，摩西举一支棍啊，举一支杆啊，吼，啊，对石盘都甲拍落，啊，石盘会出水安尼吼，嘿，啊，这比咱迄个盐啊，吼，咱迄个要，迄个要去对，迄个管仔领，遐大神师，迄盐啊遐吼，会出迄个什么？出迄个出米洞，吼，撇粉丝啊，迄是撇粉丝的出米洞吼，会搁较神奇吼，嘿。诶，讲落水会走出来吼，搁伫矿业吼。来，好，咱来看这段经文吼，是咧记载因伫迄个矿业的所在诶，关系水的问题。啊，咱会记哩头前啊，第十五章的所在有嘛是有出现迄个水的问题啦吼。那么迄个水的问题，迄个所在叫做马列吼，伫马列的所在讲水真苦，上帝伫遐医治水，然后呢也。哦，这个水的医治呢，竟然去甲治迄个耶和华的律法甲典章制度吼，啊，去讲一方面是耶和华的诫命，耶和华的律法就亲像水像一款吼，会当带来生命吼，还是讲会当医治生命。来，咱来读这个十七章的这个故事来甲读看卖吼。第一则讲以色列全会众拢遵照耶和华的吩咐。照着站口，吼，咱中文写站口啦，其实讲照着迄个路程吼，对顺的旷野往前行，来到腓力丁岸压扎营，百姓无有水通啉，所以就甲摩西前吵闹，讲，互阮水啉。摩西对因讲，恁为甚物甲我吵闹呢？为甚物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伫遐非常的喙焦，要啉水，就按耶摩西发怨言讲：你为甚物将阮对埃及地带出来，互阮甲阮的查某囝儿，当甲精神拢喙焦来死伫遮呢？摩西就求叫耶和华讲：我按这百姓安怎样行？因用用要揢石头来钉我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手呢揢你以前拍河水的杆啊，吼，带领以色列人甲几个长老对百姓的面前过去，我就要伫河里的石盘遐徛伫你的面前，你要拍石盘，要对石盘有水流出，予百姓通啉。”摩西就伫以色列的长老的眼前面前安尼行，伊甲迄个所在号名叫马撒，就是试探的意思；佮叫比利巴，就是吵闹的意思。因为以色列人吵闹，佮因为因的试探，耶和华讲，耶和华是伫阮中间，也毋是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这段记载啦，吼，这段故事的记载。啊，咱咧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我唔知咱呾注意甲读吼，会去读到什么物件？吼，啊，这水这简单啦，吼，水的故事啊，都无水啊，上帝就叫因去拍水安尼吼，叫摩西去掴石头，啊，水会走出来吼。就是这段记述吼，趣味的所在伫对呢，我唔知你有注意到无？以色列，伊特别强调讲，第一节讲安怎，完全全会众拢遵照耶和华的吩咐，对无？敢是？佮照什么？佮照行程去行。换一句话来讲安怎，
大家拢足听话，是不是？啊，咱照你讲，若足听话，应该摇花保守，大家拢安怎？万行事拢 OK 啊，是不是？结果因拢照摇花的话行行行，行到尾也拄着啥？无水通啉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听摇花的话，会有啥物结果？啊？咱伫《申命记》拢知影吼，《申命记》的故事吼，啊，摩西伊即个伫即个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以前吼，啊，召集因伫遐，对不对？啊，甲因讲故事，讲出来记的故事，讲伫旷野漂流的故事，讲到尾啊，讲啊啦，讲当恁入即个应允的地了后，河的迄边了后，恁若遵守耶和华上帝诫命，就要安怎？要得到活，要得到重生，对不？啊，那无咧，你若无遵守耶和华上帝诫命，就要安怎？就要地到死，要地到灭亡，哦，敢是？哦，这是迄个什么《申命记》的心态嘛？啊，《申命记》的心态吼，作成什么呢？作成咱较早咧看的布袋戏，迄个什么庄稼人呐，对不？吼，庄稼人若要出来是拢安怎看？就损我先见我亡吼，对不？所以，伊那迄个干冰若扑落去，先对涂骹喷出来，进前落来，哇，啊啊啊啊啊！哦，敢是安尼哦？损我者枪，益我者亡，敢是吼？这就是《申命记》的心态啦。所以，你若要记《申命记》的心态，你着记讲伊是庄稼人就对啊。嗯，哼，好。哎，要花上帝改变，你若遵守会安怎？会活，会重生，对不？总是你看这个故事，敢有？听上帝话，拄着困难未？哈、啊，嘛是会，啊听要来。你啊，咱顶礼拜吼，顶礼拜就咧讲啊，咱拢祈祷拢安怎，拢足赶紧对不对？吼、啊，我有顶边有咧讲嘛吼，顶礼拜咧讲啊，咱基督徒咧祈祷其实拢足急的，足无闲，因为咱足无闲嘛。吼、哦，啊无闲要创啊，嘛唔知无闲要创啊。吼、哦，啊。都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讲一个兄弟吼，有一天吼，要载因牧师吼去别个教会讲道啦，吼、哦、啊伊吼车驶去上高速公路，吼、哦、就一直吹足紧，吼、哦、啊上帝保守因顺事呢，提早二十分钟到啦，吼、哦、我倒来甲因牧师欢喜，甲牧师打呢，打讲牧师你看，咱今仔日提早二十分钟到，啊牧师甲讲吼，啊咱这二十分钟省起来要创啊？嘛唔知要创啊！吼，沿路超速，叭叭叭叭叭，沿路行吼，沿路安尼撞撞撞，啊，讲要省二十分钟，啊，省起来创啊！咱嘛唔知咧吼，为当时啊，咱只不过是其实吼，无爱伫路边冻伤久安尼那定啦吼，嘿，啊，其实省下时间起来要创啊，咱嘛唔知影咧。啊，省起来都久，好好。啊，咱前边就咧讲，哎、欸，那些咱祈祷吼做无用啊，咱都唔知咧无用啥，一直无用，一直无用啊祈祷。啊，咱吼阿弥啊，就随好啊，解决啦。咱祈祷了吼，啊，咱其实咱的祈祷啊呐，拢无留时间给上帝嘛吼、哦。嘿，完、啊、咱今仔你顶个牛头咧，甲咱问下咧吼，你顶个郑大姐一个来咧问讲啊，啊咱好啦，咱讲留时间给上帝，甲咱讲话，啊咱要安怎听到上帝的声啦？敢是？哦、好啦，准讲咱听到上帝的声，有可能上帝带咱去无水通啉的所在未？冇可能嘞，是不是？哦，咱听上帝的声到底是要创啥货？恁咱的教会有迄款伫教会内底有迄款讲有人会晓讲方言的文书，有人医病的文书。有人赶鬼的文书，对不？佮有一款文书讲甚物？看异象的文书，捌听见无？看异象，有无？嘿，啊，即嘛吼，伊即若开即款看异象的文书的牧师，若咧办在处理特会的时阵，特会结束的时阵，拢会讲啊啦，咱的兄弟姊妹吼，然后。有要爱咱这牧师，甲你看异象，你会当留落来，对无吼？
啊，留落来了，这个牧师就甲你唱欢咧，伊就会看到什么？甲你讲，伊看到你，看到安怎安怎安怎的图像，对不？哦，啊，伊就甲你讲嘛，吼，敢是？人是安怎？咱信徒是安怎要去找迄个牧师看影像？啊？想要对将来有把握，敢是？甲算命差不多啊，无啦，人迄圣贤的文书，你甲讲甲算命差不多。嘛，毋是讲毋知影要创啥咧，伊行伊安怎，无行伫上帝甲定着的路，敢是？哦。啊，咱是安怎要去？是安怎？你咱来猜想，我毋知咱中间有人捌去看过影像无？讲你是安怎要去找迄个牧师，甲你看影像？迄个动机伫底？唔知吗？啊，问了就会知吗？我嘛咧想啦，即伊家己可能知啊，唔知，就是说他没有，家己无一个确定。啊，伊啊，对方来赞助的，哎呦。无啦，啊，伊看影像拢袂甲你讲甲足清楚的。对啊，就是安尼，你看。甲是看影像，一定拢甲你讲一个图像，互你家己去等于。回去品尝，回去慢慢咀嚼，安尼吼。是，我即马是较趣味的是讲，咱是出伫甚物款的动机要去予人甲咱看影像啦？你的动机是啥？你要因为你唔敢行嘛吼。你希望你行出去，逐步拢行到正确的路，对不？安尼较袂浪费时间嘛，吼、哦！啊，表示安怎？表示你相信上帝为着你安排一条什么？迄条路。啊，那么你上好呢？拢照迄条路、迄条线，甲你画伫遐，你拢照迄条线来行，安尼安怎？拢总袂失错，对不？安尼你的人生就是什么？有把握的人生。对不？敢是安尼？好，啊，咱要问一个问题：你的生命是上帝早就甲你算划好阿咪？是哦。你感觉你带恁丁老娘拢无家己有一点决定吗？上帝安排。好、哦，那毋是你拣的。哦，人信良兄搁去看报纸咧，你无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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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上帝，伊甲线拢画好啊。当你拄到蛇的时，你一定会去互引诱去，对不？敢是拢决定好啊？如果这个逻辑是神，哦，安尼吼，嘿。但是可见好像不是这样。可见上帝无甲咱画迄条线伫遐。不确定。咱到。我相信人有做个预知的神。咱到底要安怎去了解上帝伫咱的心生命的中间？诶，记忆啦，吼、哦，上帝记忆是线拢甲你画伫遐，你着照线行。啊，你若无照线行，是叫做犯罪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干嘛呢？啊，你上帝赏赐人智慧要创啊？吼、哦，上帝赏赐人智慧要创啊？上帝赏赐，予你，毋是安尼，毋是逐项拢予人甲控制的时阵，啊，予你有智慧，啊，你会当去做判断，予你会当去思考。上帝赏赐人遮个物件要创啥？
不管你是去听看影像，还是去算命，就是因对人对话对迄个无确定的物件有一种恐惧。伊对无确定的物件，伊有一种内心一种惊。啊，伊拢想要找就一种方法来。来摆脱那个恐惧。嘿，啊，若万一安怎个时，佫会当怪上帝，对无？是毋是？嘿，拢嘛，你替我安排这个查某人，哦，也对了。哦，真袂使讲。人阿东嘛是安尼讲啊。迄无代无志，迄做迄个查某人来给我，你若卖嘛，无就今仔日即落代志，敢是？咱看影像，敢若讲好上着咱一个总明确的指点，你后一步要安怎行？啊，若万一出问题时，有上帝通怪嘛，对无？安尼有好无？哦，袂歹。万一去用罢免嘛，要怎样？要有130万人支持我。好，就是，哦，所以咱理解上帝，安怎理解上帝？在咱的生命中所要成就的心意，咱咧讲听上帝的声，其实咱唔通将听上帝的声，甲看作亲像咧上命安尼想一款。上帝声，上帝有伊爱人，真侪人的款式。伊有爱人，安怎经营伊家己的生命？记载伫底，记载伫圣经的内面。上帝爱人安怎样？对无？人啊，上帝爱你安怎？迄早都拢甲咱讲了，敢毋是？讲安那？好人民行公义。心存谦卑，甲上帝三同行。伊讲人啊，早上帝教阮甲你讲这拢讲了啊嘛。啊，你咧做决定的时，你要违反这个原则。较要讲安那？较要讲上帝无甲我保守，吼、哦，还是讲安那？讲哦，无，啊，这拢无我的责任。所以吼，咱有当时啊，咱会常常要将上帝的旨意，甲伊看做讲上帝就是安那，甲你规定你。一步踏出去几公分，后步踏出去几公分，一定要踏伫遐，吼、哦，即有点仔先生咧，有淡薄仔先吼，咱即马迄兵啊吼，军队吼、哦，要通过一个地雷区的时阵，敢是？通过一个地雷区的时阵吼，啊，即马就头前有一个兵，揢迄个侦测器伫遐，光，啊，即、這个兵就伫遐踏一个步，啊，后壁的人爱对伊创啊，伊踏过的脚印，就表示这是安全的所在嘛，敢是？就爱打伫个脚印，啊！你若无打伫个脚印，安怎？都有可能会去打着啥物？打着地雷嘛，敢是？啊！你若打着伊打过个脚印，绝对是安怎？是安全的嘛？因为伊都打着无崩嘛。啊！是干无算着讲啊？原来迄个较轻，咱外口即个较重。可能无算着这安尼啦，吼！啊，是开玩笑。嘿，上重的迄个镜头前，安尼才会准，对。所以迄上大块的兵拢互派伊头前行。好，所以咱唔是安尼咧想象，讲咱咧听上帝声是安尼去听，吼、哦，上帝予咱去做任何的决定，咱也是照上帝伫圣经内面所启示予人的，咱伫做任何的决定，我相信我若是照遮的教示安尼行的时阵，上帝拢伫保守我，安尼咱对将来咱有甚物通好无？无确定，也是讲不知，也讲未知的将来的惊吓。因为你的惊吓就是安怎？恁咱拢认为上帝脚步踏伫遐，你就爱照伊脚步安尼踏。啊，用安尼去了解上帝的意思。我感觉吼，咱甲上帝吼，上甲吼无所不知管呐，吼管甲达达滴滴，是不是？嘿啦，嘿，咱拢那亲像迄个妈宝安尼吼，啊妈妈逐项拢甲咱管甲好势好势吼，啊逐项拢甲咱宠甲好势好势安尼吼，嘿，啊就干那欠一个讲啦，无摕饭去甲民生店家饲安尼尔，嘿，啊所以这
但毋是安尼在了解上帝的旨意呢？哦，毋是安尼了解上帝的旨意，但是讲咱知影什么是上帝所意爱，咱知影这个，知影这个了，咱在做咱的决定的时阵，伫咱人生咧做这个决定的时阵，咱会照这个上帝的意爱来做决定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真有可能哦，咱拢照上帝的意爱在行，总是咱嘛是会亲像安尼呢，拄着危机呢，吼、哦。嘛是有危机啦，哦啊，即嘛问题是拄到危机的时阵，人安怎反应？哦，这个故事甲咱讲，这个百姓照上帝的吩咐，照行程行行行，行到尾啊，拄到一个危机，叫做无水通啉，无水通啉严重无？足严重，咱台湾就无，咱台南就无偌久拄安怎，拢在拉警报呢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？所有的水库拢都要无水，啊！佮吼卫迄个卫福部一日佮毋叫咱种啊，勤洗手，吼！世界过来有水通啉，无水通啉都毋知影，佮要勤洗手吼。嘿，哦，无水通啉严重无？足严重，迄是生存的问题，甚至迄个危机是大甲生存的问题，都是面对即个时阵，人安怎反应？那照今仔日咱所读这个经文，安怎讲？人安怎反应？开始骂啊啦，骂啥？骂上帝，骂摩西啦，怎啊？无代无志，搁带咱出来。哦，这句话足不时听。无肉通食，骂无水通啉嘛，骂无面包通食嘛是骂，对不对？敢那骂是上好的反应，敢是？哦，报复性，报复性罢免哈，用骂哈。啊！哦，最近他说，我最近嘛感觉真奇怪，我说哦，即马大家拢，即个韩国语的韩粉拢在骂蔡英文讲啦，独裁，吼、哦，哎，反民主，我想讲奇怪，今仔台湾佫有法度反民主，吼、哦，迄、这个、蔡英文嘛足敖，嘿，嗯。呵嘿，啊，唔是，我是讲因哪会用这个罪啦，叫做反民主啦。好讲蔡英文反民主啊，结果是蒋介石是民主的舵手，就是讲吼，伊是咧蒋介石是推动民主的，对因来讲吼，蒋介石是推动民主的，啊，蔡英文是反民主，吼、哦，这是精神错乱的啊，我哪安尼想吼，嘿，人呢，拄到家己无意爱代志的时，还是讲亲像圣经内底安尼所咧讲的时。到底咱的反应是甚物？哦，那照一些的百姓标准的反应是啥？先骂啦，对不？骂东骂西吼，哎，阿叔，骂，总是这个骂的内容内底，当因这作者内底咧讲这个故事的时，当这一些人内底骂的过程，拢是咧骂啥？无你嘛卖搞阮救，哦，迄拢咧。拢在怨叹上帝的拯救啦，哦，怨叹上帝的拯救，啊，这就是吼，这是咱已经讲过来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看轻上帝的救恩，哦，啊，就开始骂嘞，啊，佫即届讲骂了，佫不哩啊厉害，骂到讲想要创啊，唔是干呐要骂尔，佫要哪？无要佫要甲摩西罢免嘞，吼，是不是？要用石头甲罢免。但是，嘿，要用石头投票罢免他哈，嘿，哦，要甲摩西罢免的哦，反正摩西嘛叫人吓甲惊着啊啦，去找上帝呢哈，上帝就叫伊讲好，你出去哈，拿迄个杆去创啊，去拍石盘，无啦，你今仔你若摩西上帝安尼甲你吩咐的时候，你会做啥物代志？你会真正照做吗？你无感觉用石头拍石盘，这是？哦，用棍仔拍石盘，这是安怎？你无啥可能，对无？这无啥可能，吼、哦！啊，当时吼，伊甲讲啦，讲我要徛伫你个面前，伊阁叫伊讲啦，第六节讲我要伫河烈个石盘遐，河烈吼，这个所在应该毋是啥物河烈山啦吼，因为你还袂到迄个所在嘛吼。
那么河的这个字的本，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叫做旷野。哦，河的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叫旷野。所以讲啊，伊意思讲，我要徛伫旷野的石盘你的面前吼，我徛伫遐，啊，你甲讲落去吼，啊，就要有水要流出来，会当予百姓啉。你敢知影迄水爱出偌济？哈？你？迄毋是直接六十万，是查甫人六十万呢？吼，查甫人呐六十万，你想规个规军安尼有偌济人？差不多百八，差不多百八嘛吼，查甫百八，啊，佫有甚物？佫有精神，吼。啊！你想，因爱偌济水才有够食？可能因爱甲南化水库早咧行，对吧？是，爱甲南化水库排伫包好啊，排咧行，安尼才有够通互因啉啦。好，所以迄个数字呢，圣经内底咧讲故事的时候，迄个数字吼，迄毋是啥物绝对数字啦吼，咱慢慢加想较济。总是就是安那，当拄到危机的时候，百姓的反应是啥物？是埋怨。那么上帝甲摩西呢？上帝吼，佫趣味呢，伊毋捌因为讲遮个百姓看轻伊个拯救，安那总甲因放咧呢。迄难咱吼，啊拄到迄个囡仔毋知影好歹吼，咱会做甚物代志啊？无爱插伊对无？甲放咧吼，毋是？迄若家己个囝吼，就较苦啊，佫较苦转来啦吼。啊，若毋是家己个囝呢，插袂吼。还把人惊死袂了，吼、哦！咱敢真正有耐心，足困难的咧，吼、哦，足困难的。我迄个教册时，我讲啊，这学生若无啥读册吼，啊，就记在伊去啊，吼，啊，就甲断掉，明年再过来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你会看到上帝伊安怎在回应遮的百姓的埋怨，就是讲，遮的百姓。看轻上帝救恩，无你嘛莫带阮出来，无你嘛莫甲阮救，吼、哦！啊，上帝安怎咧回应这個？教袂下呢？吼、哦，这教几遍啊？吼、哦、，n 加一 ，n 加一次，吼、哦，教几遍啊？教袂下，啊，教袂下安怎？我就感觉讲，加在感谢主吼，咱这个上帝足有耐心的，吼、哦，啊人吼。忙甲摆完吼，人甲摆完，啊伊嘛安怎？好啦，啊恁都要水，啊水就互恁啦吼，敢是？吼，啊恁都无通食，啊无嘛干妈啦互恁吼，吼啊无肉呢，啊无叫一寡无要烟吞吼，背背来吼，嘿，嘿，嘛是拢有安尼吼，无因为安尼就甲，就无要继续伊个救恩吼，啊所以这个神迹就底下三星。啊，这个新家底下三星，安尼呢，总是吼、哦，伊甲迄个所在号两个名，哦，甲迄个所在，迄、那个所在叫做腓力丁嘛吼，原底迄个所在叫腓力丁，到尾伊有号两个名，一个名叫做啥物？玛撒，好、哦，玛撒的意思来讲试探，因为上帝，因底下试探上帝，佮另外一个名叫做比利巴，就是吵闹的意思吼，吵、哦、闹的意思，后来。因为一些的人在那吵闹，佮因为因试探耶和华，你哪试探耶和华？上帝敢有伫咱中间？上帝是真正伫咱中间无啦？上帝若伫咱中间，应该有水，敢是？上帝若伫咱中间，应该有啥物？有通食，敢是？上帝若伫咱中间，咱的基督徒拢应该发大财，敢是？上帝在咱中间，咱应该安怎？无病无痛，无灾无难，敢是？这毋则是讲上帝在咱中间，对无？信上帝落水未？未使。信上帝未使落水，甲上帝写面子个，对无？只要你相信，你的生命就要被翻转了，有没有？
要怎麼落水？你就是信心不够，所以没有翻转过来，翻到一半就掉下来。对不起，所以一定要有，要有信心。讲啊，真好诶！啊，就是咱食都有效啊，搁有人敲电话入来做见证。三个人。哦，也是，搁有人敲电话入来做见证诶。我听讲药啊，大不时嘛，人敲电话做见证啊，对。是啊。买一大堆，爱有敲电话入去做见证无？哦，一个人买。哎呀，嗯，我着一个朋友讲，因个老母啊，讲家己一个伫厝，啊，因惊讲万万一发生代志，无地找人，所以吼，甲办一支手机啊，办一支手机，啊，办了吼，吼，迄个月讲账单来3000几块啦。伊讲我妈，你是做啥物大事业？你手机3000几块的通话费？伊讲无啦，我拢敲电话去遐，甲，我敲电话入去做见证。我你也无买物件，你是敲电话入去做啥物见证？我无做见证，伊都不甲我讲话。我举起手机啊，伫遐咧做见证。都对啊，伊也毋知影伊开偌济啦。啊，上帝啦，上帝啦，伫咱中间会发生啥物代志？所以因伫这个所在争论一个，因是安那会引起争论，也是讲吵闹，是安那争论，争议是啥物？上帝伫咱中间无啦，上帝带咱出埃及了，有甲咱做伙无？上帝若有甲咱做伙，是安那咱会拄到即个无水的困境，用个要嘴打死，是毋是？啊，上帝若甲人做伙，应该爱安怎？合家平安。祝福兴旺，敢是？哦，敢是？这敢毋敢是上帝做伙？上帝同在的记号。哦，敢有迄个家庭上帝啊同在，搁伫遐安尼祝，诶，诸事不顺，敢有安尼？上帝同在会生出啥物形啊？上帝同在安怎？真最大，真最大个，啊，迄是后壁嘛，伊个食得很模糊，伊嘛无讲其实吼，伫圣经的内面，上帝的同在是所有福气内底上界高顶的福气。所以其实拢是咧，就是一个上帝的同在。人对上帝创造，然后来失落迄个原底的地位的时阵，迄是就是等于无法度甲上帝同在。吼，咱讲说从赶出爱丁园嘛，对不对？迄个上帝同在失落。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启示录伊遐讲啊啦，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落来的时候，迄就是伊讲啊啦，讲我伫城中无看见圣殿，因为祭宝座的甲羊羔甲民做伙住，迄就是咧讲上帝的同在。啊，迄个上帝的同在伫启示录甲最后迄个结局叫做上帝同在的实现。所以伊无需要圣殿，因为圣殿只不过是上帝同在的上顶尔尔。上帝点伫人中间的上帝，所以伊讲唔免，这已经是完全实现啦。所以唔免阁去，唔免阁有圣殿。哦，所以咱知影伫圣经的内底，上帝点伫人的中间，迄叫什么？以马内利对无？咁是？以马内利就上帝伫人的中间嘛，咁是？
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所有圣经内底所咧追找迄个人诶生命、人诶生命状态上界高级诶一款诶祝福啦。哦，啊，那安尼是因在问迄个问题，就是安尼。上帝敢有伫咱中间？啊，那无咱会拄着这困难？上帝若甲咱同在时，咱会哪啦？所向无敌，对不？是不是？阿强会来嘛？唔惊，是不是？个核子弹崩过来，伊就家己哪啦？家己伫太空就崩掉，拢袂落落来咱岛。无啦，啊，是因为咱遐尼紧，咱遐尼紧就受着攻击，就是因为咱上帝无甲咱同在。所以嘛，迄个教会牧师伫遐咧夸口讲啥？哦，咱教会拢无人生癌嘞，因为生癌的拢唔敢来啊，无就祝福着。啊，上帝同在应该就是安那，无病痛嘛吼，无灾难嘛，是不是？上帝同在，刀枪不入，百毒不侵。哎、欸，无你看，不是拢安尼讲吗？耶，马可福音耶稣讲啦，马可福音迄上界尾段讲耶稣讲啦，出去即个人安那，啉毒，还是手抓蛇拢袂安那，拢无滴到死，是不是？有呢，马克福音上尾也是安尼记的呢。所以你马克福音后边安尼记吼，所以你敢知影伫德州遐，德州上出名的是啥？响尾蛇，吼、哦，伊拢咧试看，拢去抓迄个响尾蛇，看啦，讲我是不是真真正正上帝所找派的，爱用响尾蛇落去试，还有那一年试死过来的。啊，若气死去就是安怎，表示安怎假嘛，对吧？啊，正拢袂死啊。所以上帝敢有伫咱中间？啊，搁一问一个，上帝若伫咱中间，咱爱去看异象无？要去捉一个查某囡仔，想查某囡仔生得足水，要甲捉，就讲圣灵感动我，要来追求你，对吗？那圣灵就直接感动他，就不用透过我。没有，迄是这个查甫要去甲迄个查某囡仔捉的时候，讲圣灵感动我，要来追求你啦，安尼敢对？啊，就是迄个查某囡仔甲应讲圣灵没有感动我，要被你追求。我即摆是讲，上帝若伫咱个中间个时啦，咱若确信上帝是伫咱中间个时，安尼咱会有啥物表现？反正因为即个因个争论个问题嘛，吼、哦，上帝敢有伫咱中间安尼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今仔教会敢捌问即个问题？上帝敢有伫咱中间？上帝敢有？无啦，无啥物判断的标准，遮都无甲咱讲有判断的啥物标准哩。伊正是敢来伫讲，上帝伫咱中间无？因这是因在争闹的问题嘛，敢是？所以真可见，伊讲因在争闹，就是讲因在甲摩西讲，安尼阮无水通啉嘛。上帝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应该有水可以喝嘛，对吧？
啊，事实证明，到尾啊，事实证明，因有水通啉嘛。安尼上着哩，因了解无？结果论有。所以问题有得到解决，上帝在咱中间；问题无得到解决，上帝也未在咱中间。安尼，安尼，啊，咱到底是解决的问题较济，还是无解决的问题较济？吼、哦，你若用你的人生来讲吼、哦，大家人拢同款，无解决的问题，永远比有解决的问题较济嘛。啊，所以上帝在咱的生命中的机会。无解决，嗯。顶面就是那呢。哎呀，所以咱要安怎，是安怎在争论这个上帝有伫咱中间无？因咱无把握，吼、哦。照你讲，经验有帮咱无？当咱来问这个问题时，经验敢有帮助？照你讲，经验也有帮助嘛，吼？是不是？啊，若看故事内底，经验有帮助无？敢若无啥物帮助嘛，吼？哈、啊，因是非分明，一行一行，一层一层算。哎、啊，头前已经发生过这样子代志啊，吼？啊，即个佫拄着困难的是，伊嘛是该咧问讲啊，上帝有伫咱中间无？啊、哦，佫见经验无甚物帮助嘛？特别新者的经验无甚物帮助。头前困难，所以上帝无甲咱同在。以前还以前，今嘛还今嘛，对无？生存的问题嘛，啊，无啉水都枵死啊！上帝敢有甲咱同在？哦，欸，所以这个故事安尼甲读起来吼，嗯，敢若生经验无啥物帮助的吼。啊，搁一个吼，搁一个问题了，真趣味。伫第二节吼，摩西甲因讲吼，恁为甚物甲我争吵闹呢？吼，为甚物试探耶和华呢？是安怎甲摩西吵闹，就是试探耶和华。我是安怎甲摩西吵闹，就是咧试探耶和华。吼，摩西敢会当代表耶和华？这摩西讲的嘛吼，所以即卖牧师若讲，啊，恁拢甲牧师无同心，恁就是安那试探耶和华吼，是不是？无咯，这信徒另外一回事，即卖是牧师啦。牧师敢会使讲，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啊你。恁甲牧师安尼吵来吵去吼，恁就是伫试探上帝，对无？牧师伊怎来讲？无啦，毋是啦，我安尼讲啊，人牧师嘛安尼讲啊，嗯，嘿，是啊，啊。安尼吼，
啊，牧师嘛是啊，牧师上帝差遣伊来牧养这信徒啊。啊，所以你若甲牧师乌白乱，就是试探上帝，对吧？所以牧师讲啥，你上好拢听，是不是？安尼咁对。当然，咱先提供好的书，啊，嘛有迄个先知嘛有假先知啊。你变哪讲伊是假？啊，摩西嘛有假啊，就反正这摩西嘛毋是真正的，咱甲摩西冤一个是安怎？他都有可能是，真的假，还是讲？无啦，我即摆是讲牧师会使像摩西安尼讲袂啦。哎你，会使？信不信另外一回事，讲可以这样子。不信我就不给你们水喝。好，安尼好吧。我说是这样，我来控制。足济啦，不是有啦。系啊。嘛免宣称啊，你甲牧师也袂当心，无你去另外去别间教会好啊。对吧？啊，你若攻击牧师，就是攻击上帝啊！哦，不一定呢。嗯，那是诶吼。啊，摩西伊凭啥物安尼讲？摩西伊凭啥物安尼讲？讲你是安怎跟我吵闹呢？是安怎试探小我呢？摩西做有自信。我嘛做有，我嘛牧师嘛做有自信，上帝差派我来。牧师不一定较有自信呢。哎呀，拄着一个较有自信的，你毋着有哪爱听伊？安尼啊？啊，通常迄拢做有自信的啊，会安尼讲的牧师拢做有自信的。嗯。就是这样回来到咱头进行的课，人上帝赐咱每一个人有智慧、有判断的能力，去创啥物业？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个体。OK， 在这个所在有两个字眼，一个叫试探，一个叫吵闹，对不对？在最后一节又把试探跟吵闹用两个名给分开，对不对？一个叫做什么？一个叫做玛撒，一个叫做米利巴。意思是因甲伊吵闹，总是试探耶和华，伊毋是针对这个吵闹，是针对因在争论上帝有伫咱中间无？所以伊在讲试探上帝，伊后壁迄个所在毋是甲顶动甲摩西的吵闹，这两个是无同款的代志。吼、哦，甲摩西吵闹，伊可能是讲你无代无志，带咱出来创啥会吼？这一个，总是伊迄个试探，伊伫这个所在，甲咱做真清楚的定义，讲是啥物？是在问。啊！上帝敢有伫咱中间呐、啊？人拄着困难的时，就先问讲：上帝是毋是伫咱中间？意思讲，上帝是有咧保守咱无啦？迄个上帝有去互困去无啦？迄个上帝有走去创啊？有走去休息去放尿无啦？敢是？哦，所以迄个试探是即个只讲即个部分。啊！若吵闹是咧针对摩西，就是讲因伫遐发妄言，伫遐咧讲遮个，我要爱水啦，我要爱水，我要爱水，对无吼？嘿。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毋是争论，就是顶动，毋是争论，就是顶动试探上帝，毋是。迄、那个试探上帝后壁所甲咱讲个，就是讲啦，伫质疑上帝是毋是传出来了，无伫保守因啦，无伫因个中间伫遐来创啊？来做伊的引导甲保守，吼、哦，所以是这个部分叫做试探，
哦，咱今日先甲即先甲即第一个故事就好啦吼。搁落迄个阿妈的啦，故事咱后礼拜再搁继续，因时间的关系。啊，这故事真正真有通想的呢吼。啊，这阿妈的人嘛是咧糟蹋，这个战争嘛是咧糟蹋摩西吼，是不是？那手举到后要损失。啊，摩西嘛真可怜，袂当休息，敢像陈时中咧。一个举起来讲，手举起来讲会赢，讲袂使放落来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拢不爱吼，大家只要陈时中一个好用，大家拢不爱甲放咧。吼、哦，拜一甲拜五爱伫卫福部上班，拜六甲礼拜二上啊，爱去拼经济。我看伊规气做两个部的部长好啊。台湾吼，实在是。我一直感觉台湾这个社会吼，咱的人民无够成熟呢，所以一个无够成熟的社会需要英雄。出现一个吼英雄，哦、我大家都安尼呼呼叉叉呼呼叉叉吼，哎、四年前的科比就是英雄，六年前的科比就是、五年外前的科比，迄算英雄啦。两年前的韩国瑜，迄嘛算英雄啦，对不？拢需要这款的。啊，需要这吼、表示安那，人是安那遐尼需要影响，对家己面对现状无信心，吼、哦，就是百姓这人民对家己要面对这个挑战，要面对现状无信心，所以需要什么？需要影响。美国人嘛同款，美国人最无信心的，其实最无信心的，所以需要安那，需要超人，需要蜘蛛人，需要什么钢铁人，需要这英雄，敢是？哎，就是对家己要去处理这个现主持这个困境，无够野信心，都需要影响。基督徒嘛，同款。基督徒若无需要，若对家己面对这个，咱的信仰无法度帮助你去面对这个现况的时阵呢，咱嘛是需要影响，需要安那，有迄款能力的，有迄个灵的开达的，有迄款安那。会赶鬼，会做出一寡比较比较毋是照咱的理解有法度完成的代志，超出咱的理解以外会当完成的代志，即个需要即个人来创啊，来引带咱，来设立一个典范。啊，所以吼，你要看下，即需要英雄是一个社会啊，是一个群体伊无够个信心的一个表现。啊，你若是一个成熟的社会，就是这些人、这些官员，还是讲这些，不管伊表现到偌好，伊就各抒己见嘛，吼、哦，伊就照伊所做，伊就做一个公仆，做一个部长应该做的代志，照伊安尼做，啊，袂去用乌甲变安尼啦，嘿。我看陈时中嘛，真可怜，出去爱穿目镜啦，无得爱穿迄个什么夏威夷衫啦，啊，无得爱拍一尾沙巴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那甲一个。一个迄个防疫的专家，甲变甲那小丑化嘞，我讲这可怜，台湾真正足可怜啊！啊，当然我唔是讲陈时中无好，我是讲伊伫即方，伊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专长，啊嘛非常有成熟，啊 EQ 足好的一个官员，啊迄、那个态度嘛。会当讲是所有遮个官员内底表现了上好的一个吼，啊，对媒体啦，对遮个啊，伊予咱个社会伫即个防疫个顶面做一个真好个教育，这拢是伊个贡献。所以我是讲，是安怎着爱甲母甲变安尼吼，嘿，够可怜，手拢爱举悬悬，啊无吼，大家着太输，只好搁吐。叫两个人去做官，叫两个人去做迄个甲土嘞，安尼吼。这个部分，咱这个阿妈的人的战争，咱后礼拜再过来继续吼。来，还有啥问题？
那么咱做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感谢你，让阮会当做伙有好个同伴，兄弟姊妹同做伙来学习，做伙来查考主你个话语，通过分享，阮恳求你来帮助阮伫阮信仰个观念个顶面，伫阮对圣经个认识，拢会当彼此来伫个建立。啊，感谢你，享受阮即个短短时间，也即个时阮特别爱为着阮台湾来祈祷。啊，阮恳求主你，让阮伫即几日所看到遮个纷纷扰扰，啊，因为遮政治个因素，带予台湾侪侪不安。啊，阮恳求主你来怜悯看顾，也帮助阮每一个台湾个百姓。通过每一遍的事件，啊，阮拢会当得到学习，也哪来哪迈向成熟的路。互阮伫无论伫民主的操作，或者是伫阮伫社会中的互相包容，啊，阮拢会当来得到学习，来帮咱规个台湾会当阁行往伫一个阁较成熟的社会，也会当阁伫民主的学习的中间，哪成熟。那有气力，通来包容无同款的声音，无同款的想法。啊，我来恳求你来带领，继续保守阮的台湾，在这个全世界疫情的中间，来当继续保持安全的生活。也特别来恳求你来固守啊，即个犹阁伫疫情的中间在受苦的国家啊，即个百姓欠缺药材。啊，是啊，欠缺侪侪的设施啊，总是主阮要恳求你来施乐，你的慈悲怜悯伫遮的资源非常欠缺的国家，也帮助遮你所创造遮的人民会当早日来脱离啊遮病痛的威胁，也互阮规个世界来行恢复特殊的路。总是也尝试，互阮通过即个疫情来学习着谦卑。凡在人类若无伫谦卑的中间，面对大自然，面对即个所创造的世界，就遮个灾难要阁一再来发生。恳求主你来教示，找见你的信心来扶持阮，互阮通过学习，阮就会当来改变阮的生活的习惯，来互阮伫谦卑的中间来。甲你所创造的万米保持平安的关系，来互阮会当照你的心意来管理你所创造的世界。阮恳求你来，也继续来锻炼阮要倒转去厝的脚步，互阮伫你的稳定锻炼中间，阮的脚步得到载我，阮的手所做的工得到主你的祝福，也互阮所教的位，就将你所赏赐阮的喜乐平安疼痛。带到伫所有阮甲阮接触的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互阮对你所领受到的祝福，也会当真侪阮分享的快乐。阮同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